宝宝不给我们唱一首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心里会痒痒。那咱们就带着草帽唱山歌好不好？掌声响起，有请草帽姐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虽然现在是秋季初秋哈、但是我就觉得有一泓清泉从我心田流过的感觉。我跟你讲哈，我听别人唱歌，有一种是在这里听歌的一种感觉。但听草帽姐，我觉得她在那儿唱呢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声音真的是有穿透力的。欢迎，好听，欢迎草帽姐，欢迎草帽姐就坐。哎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我也很喜欢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在她正儿八经出场之前，我觉着我应该用。他经常唱的一首歌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，向他表示欢迎。你要唱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老师，有请，有请，有请。别瞧不起我，我的歌曾经也飞扬过神州大地。来，咱们准备。Music。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也没。24小时睡得觉，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。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，在街上，在桥下，在田野中，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。不是说好了你不出来吗？在那时光里，咱不是说好了我唱几句之后你再出来吗？怎么没忍住呢？你就你还是唱完几句我出来了。我最亲爱的老搭档，今天我真的觉得你对不起这个名字，这才是真正的王迅。你瞧人家那个歌唱的，真好哈！我们由衷的欢迎旭日阳刚王迅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你也叫王迅是吧？九日旭吗？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侵权啊？我也想，但我年龄比你大。你是哪年的？我66年啊。啊，那我可能是有点侵权，因为我是87年的嘛。但是你可以叫，可以叫，可以叫。行，有了你的批准，我王旭，我们今天就一直叫下去哈。今天王旭在我们新校林，不仅要把歌声带给我们，是把那种艺术上的享受带给我们，更会把外景他所遭受的所有的一切一切带给我们。你瞧他笑得挺心酸。好嘞，有请到我们草帽姐身边就坐。有请王旭，有请。